集。那也请跟我们参与本次盛会的好朋友们、民众朋友都可以靠近我们的舞台前方。我们预计呢，今天的活动马上就要来进行，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们一同来入席上座，谢谢。这里呢，也欢迎现场所有好朋友们一同来热情上座。我们今天的活动即将要正式展开，在此欢迎现场所有朋友们一同莅临。100岁生日庆祭猫站长就职典礼，典礼正式开始。各位现场所有与会的长官以及贵宾朋友，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铁道迷朋友以及现场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佩，非常开心跟大家呢一同见证这么重要的时刻哦。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我们吉吉车站是在大正十一年，就是1922年的1月15日来进行通车的部分。那我们也非常清楚，在这宫中间的过程当中哦，也遭遇了921大地震，但是在各界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也完成了这个重建的工作哦，并且呢将吉吉车站成功的转型成为台湾哦著名的观光铁路之一。那在今年呢，也即将迈入100周年哦，这个100岁的重要里程碑。那同时呢，我们也很开心哦，在这个满周年哦，100周年的过程当中，今年刚好就是虎年哦。那一直以来呢，都有我们石虎娘家美称的吉吉镇呢，同时也是我们保育类野生动物石虎的这个栖地之一哦。那因此呢，我们吉吉镇公所也推出了一系列呢，有关于我们石虎主题的活动，也包含了2022的我们吉吉乡土灯会啦，以及吉吉的定向寻宝。那也期待呢，透过这一些活动来唤醒我们民众朋友对于我们石虎保育的重视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镇长不只是对于我们石虎保育的议题相当的重视，那对于我们流浪的猫犬呢，也是相当的关心哦。那在去年，他与我们的这个吉源果观光工厂的黄经理哦，那也领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流浪橘猫。那今天呢，也特别选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要来为他办理我们这个正式就任的典礼哦。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方式，不只是唤醒大家来到我们的吉吉镇走走逛逛，体验一下人文风情，同时也是要呼吁大家一起呢，要来重视这个流浪猫犬的部分呢。我们爱护不弃养，领养代替购买，以及呢爱护我们保育类石虎的这个议题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看到这么多的一位朋友们跟我们共同参与重要的时刻，我们在这里呢也为大家来做唱名介绍哦，因为非常多的与会贵宾，那待会唱名到贵宾也稍微起个身，跟我们全部的朋友们来挥手打个招呼好吗？那当然一开始先借由大家掌声，让我们介绍金恒镇长，镇长好，谢谢，以及呢我们立法委员罗美玲委员，委员好，谢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到，这是我们高捷公共事务处处长王博彦处长，在我们的里面吗？好，谢谢谢谢，今天他有莅临我们的现场当中，待会他也会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出场，大家期待一下。那紧接着为大家介绍到，这是我们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台中运务段的苏段长，我们的苏振林段长，欢迎，谢谢。以及呢，我们积极证明代表会主席，我们的陈雅文主席，欢迎，谢谢。还有我们的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所长，我们的张少贵，欢迎张少贵管我们的所长，谢谢。继续为大家介绍到，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车程管理站，我们的黄信雄机政兼站主任，欢迎。
谢，感谢您的莅临，以及呢，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杨主任，我们的杨家栋主任，欢迎。谢谢，继续为大家介绍到，这是我们立法委员马文君委员的这个团队，有我们的李特助，也特别呢代表我们委员莅临现场参与我们本次活动，谢谢您。继续为大家介绍到，这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县城中代表又莅临现场，欢迎我们的代表，以及我们的陈南荣代表又莅临现场，跟大家挥个手，谢谢。以及呢，这是我们南投县立有积极正。积极国民中学，我们的黄校长又莅临现场哦，欢迎我们的黄淑娟校长，以及呢我们的南投县立永昌国民小学，我们的陈文元校长又莅临现场，是不是也要邀请您跟我们挥个手，谢谢。以及呢我们的和平国民小学，我们的吴校长，吴雨琦校长又莅临现场，谢谢，欢迎我们的吴校长。还有我们这一侧也是也有赞助我们本次活动，我也非常感谢他，是我们积极情海旅馆，我们的王执行长又莅临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到，这是我们的王富德执行长，欢迎，谢谢。以上是我们今天所莅临的与会贵宾朋友，那如果没有介绍到的话呢，稍后一定会为大家来补充介绍。而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要借由大家的掌声，让我们来邀请，这是我们积极镇的镇长，邀请我们的陈继恒镇长来到台上为我们活动致辞。镇长好，嗨，佩佩好，是，感谢我们龙美立法委员，我们黄新雄主任，还有代表我们县政府的纪政，还有我们代表会陈主席。我们杨家栋主任，我们台铁苏段长，我们林洋特助，还有我们各位里长代表校长以及所有的铁道迷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庆祝吉吉火车站的100岁生日。吉吉火车站新建于1921年，那在1922年的1月14号，也就是100年前的今天正式通车。好，那今天呢就是他的这个100岁的这个生日。那这个过程之中呢，那在1986年，也就是我1岁的时候，本来台铁因为亏损的关系想要把吉吉火车站吉吉支线来做一个废线但是经过各方地方的各方人士热心的奔走才得以保存至今。但是命运多舛，后来1999年又遇到了什么921大地震但是经过一年也是包括文化部还有各界的机关大家一起民间的企业也是捐资政府来补助，也重建完成了。这100年来走来虽然是风风雨雨但是也见证了我们吉吉支线铁道沿线的居民们大家这个坚韧的毅力所以说相信他也很开心今天有来自全台的100位我们这个铁道迷大家齐聚在火车站之前来跟他做一个庆生，做一个庆祝。那今年呢，除了是吉吉铁道100年，也是我们民俗上一个虎年的日子。那我们跟保育中心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个石虎的这个保育的工作推广的工作。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石虎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让大家对虎年不是这么的忌讳。那同时呢，也希望以认养代替购买。这不但是对于人的环境，对于野生动物的环境也是一个加分。所以说我们去南投县的家畜防治所认领了一只流浪猫，我们的龙娇善那就是我们今天即将就任的我们的吉吉火车站的猫站长。那这个虎年的时候呢，有猫站长的这个就任真是可喜可贺，所以说我们高捷公司也带着他们的捷运站的猫站长蜜柑一起来共襄盛举各界，总之就是一个各界都动起来一起来共襄盛举的一个盛会然后还要感谢我们在地的企业吉吉情海旅馆他们也赞助了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这个纪念 T 恤，而且我们在这2年如果也是入住吉吉情海饭店，你还可以得到他们赠送或者是购买其他的关于吉吉铁道100周年的相关的一些纪念品那都跟今天的 T 恤一样，非常的有纪念感有非常的有这个设计感总之产官学民大家都动起来就是为了庆祝这个吉吉车站的100年最后呢，明天呢也是我们的吉吉灯会的开幕的日子一连串的活动就此展开也跟大家做另外一个邀请
那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盛会，吉吉车站生日快乐！谢谢。那站长，我们今天莅临有非常多的与会贵宾，我们在这边是不是也要来邀请我们贵宾来为我们支持？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补充介绍一位刚刚所莅临的贵宾哦，让我们掌声欢迎到，这是我们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二水站站长，我们的李乾亨站长也有莅临现场哦，欢迎，谢谢，感谢你。那我们有请站长，是不是来为我们邀请贵宾？首先邀请协助吉吉镇跟南投县在中央协调各项经费跟计划，我们罗美玲立法委员。来跟大家支持，有请哇委员今天配合我们穿上我们的纪念 T 还有造型哦，谢谢镇长，在场所有的来宾大家早安。那吉吉车站100岁了，在这里呢先祝福我们吉吉车站的100岁生日快乐。那这100年来呢，说实在的，吉吉车站呢，其实承载了很多我们吉吉人的这个记忆哦。那当然，这100年来，它也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不管是运输或者是这个观光。那吉吉小镇真的是因为有吉吉车站而发展起来，所以这个吉吉车站对南投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这个铁道迷到这里来朝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非常的富有这个历史。那也很感谢大家从这个台湾各地呢来到这个南投来欢迎大家。那再来，今天还有一桩喜事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橘猫站长要上任了。那昨天晚上，其实我家里也有一只浪浪猫，也是橘猫。我昨天有跟我们家那只橘猫说，我说你有一个同伴呢，明天呢要上任当吉吉车站的这个站长。我说我是阿嬷，我女儿那个养的猫咪嘛。我说阿嬷把你带到吉吉车站，你也来当个副站长好不好？可以吧？我们那一只才4个多月大哦，很爱吃。那刚刚我有看到那个我们的这个龙角伞，是不是？那长得非常的可爱，也很大，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亮相。等一下就亮相，正式亮相。对对哦，好大一只，好可爱。应该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了那今天是2桩的这个喜事那我非常的开心，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其实吉吉还有其他的点都可以去走一走那除了这个车站之外待会结束之后，其实南投县还有很多很值得大家去看去走的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呢，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罗委员，有请委员一同来热席，谢谢您。紧接着邀请，好，接下来邀请我们台铁台中运务段我们这个苏振宁苏段长。好，有请我们的苏段长也要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谢谢。好，我们最敬爱的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我们的陈站长，还有美丽的主持人，还有罗委员，还有陈主席，还有莅临的各位贵宾，还有各位乡亲。跟各位铁道迷们，大家好，早早。首先向镇长报告温这个发行吉吉车站通车100周年的纪念车票。温出去说你要卖多少？我说卖500套，说卖得完吗？我说不行，我们要卖1000套。哟，那卖不完的啦。跟镇长报告大家对吉吉有多喜欢？不到1个小时全部卖光光1000套。哇，来一点掌声。这表示大家对吉吉的热爱。那跟各位报告，吉吉通车100年，从今天开始，吉吉车站、吉吉线只会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在进行的修复工程，也跟镇长、跟各位乡亲报告，原本是说5月底以前可以完工，跟镇长报告绝对不会 delay， 甚至有可能提前。那这个计划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有整个吉吉线各个车站的一个美化跟加固。的大工程要花好几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未来前瞻计划开始实施以后我们会吉吉线会从这边一直拉直接拉到高铁的彰化站，也就是社头那边。那这个完成以后对整个吉吉线尤其是吉吉镇这边的一个发展一定会更快，因为这到时候要来吉吉线的只要搭高铁到高铁彰化站就直接坐火车进到吉吉线了。我想这个部分是对我们吉吉来讲百年以后会在越来越兴盛。那在这里也感谢我们镇长
跟各个单位啊，不管是日月潭博物馆处啊、农委会啊、在地的乡亲啊、我们的主席这边啊，对我们台里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会投入更多的经费跟精神，让我们集集县越来越好。谢谢大家，也恭喜一百年，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苏段长，有请段长一同来热席。谢谢段长。哎，那请问那个通车之后，本来今天要开进来的蒸汽火车，是不是可以补开一下？可以啦哈，段长说可以。谢谢段长。谢谢段长。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啊，我们远从高雄来共襄盛举的啊，我们的高捷公共事务处，我们王伯彦处长。有请我们的处长。处长有在我们的现场啊，他今天呢也特别带着他们也很有名的站长密刊来到了现场。我们这边先来有请我们的处长为我们说几句话，谢谢。镇长委员啊，以及我们这一个台铁的各位先进长官们啊，还有我们积极镇的所有的镇民，我们的铁道民，大家好。好。那我们是来自高雄捷运，那我因为我们的高雄在我们的桥头糖厂站，也有一只我们的猫站长蜜柑，那很高兴今天知道说我们的龙蛟上的站长今天要来上任，所以呢，我们就特地从高雄来为我们的龙蛟上站长来做一个庆贺。那在这边也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集集车站，因为我们集集真的是我们一个台湾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同样是我们的铁道公司呢，我们希望一起来推广这个铁道文化，那也来让我们这个猫站长这边让全国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流浪猫，爱护动物。那最后祝大家猫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处长。紧接着邀请哈，我们地方的啊民意代表的，是我们镇民代表会主席哈，陈雅文，陈主席。有请我们的陈主席也来到我们的台上为我们致辞。主席好。我们镇长、立委、代表同仁以及里长、长官，还有所有的贵宾，大家早上大家好。好。那很难得这一百周年呢，又这么好的天气。我昨天还想说今天不想很冷，刚才穿了一大堆衣服跑到那边把衣服脱到现在这样子，所以天公真的很照顾我们这个集集镇，让今天这么好的日子还有这么好的天气。那在这里就是祝猫站长一百周年生日快乐，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席。谢谢主席啦哈，不过是驻车站一百岁生日快乐，我们龙蛟上才一岁而已啦。太可爱了。好，紧接着邀请好我们县政府的代表，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我们所长张昭贵，代表县政府来致辞。有请我们的张昭贵所长。好，谢谢镇长，我们美丽主持人，那我们罗委员。主任，我们段长，还有我们主席哈，还有各个与会的贵宾哈，大家早。早。那首先很高兴代表县长林明珍及光处陈志贤处长哈来参加今天的集集车站一百年的一个生日哈，那暨猫站长的就职哈。那这边跟各位报告，我们观光处呢，在最近完成了南投县的新的一个观光发展的一个计划哈。那这个计划里面呢，将南投县分为七大发展轴线，那其中一个轴线就是我们的以集集铁道发展为主的集集铁道轴，那从民间到集集到水里串联成了一个以铁道发展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轴线，我想这个是以后我们会县政府会努力来推展我们这个集集铁道的一个发展。那另外除了七大轴线以外，我们也有一个四大区域的旅游，那四大区域的旅游就是也是以集集为主的一个从集集水里到信义的一个集集发展的铁道发展的一个区域旅游，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县政府会来在从事铁道发展观光的部分会一起来努力。那我这边也问一下镇长，因为镇长说明天的灯会集集灯会明天开始，那我这边也工商时间一下，南投县政府的2022的南投灯会呢，在1月29号在南投市南投市的会展中心开始，一直到2月20号哈，为期大概4周的一个南投灯会哈，那也欢迎大家来白天来南投县游玩哈，晚上来我们集集来我们南投市的灯会哈，
来赏灯、赏花灯哈，来消费哈。那消费只要满200块哦，就可以参加我们南投县的南投哈，南投湾很大哈，千千万万讲不完哈。只要消费满200块哈，就可以来上官网来登录哈。那我们每周都有抽10万哈，还有很多奖项。那活动一直到今年的四月底哈，那也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南投，来南投游玩哈。那最后跟大家拜个早年哈，那祝大家虎年行大运哈，那大家在座各位身体健康，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那我们这边也先来补充介绍哦，这是我们代表哦，我们的简林辉代表，在刚刚呢又莅临现场，欢迎我们的代表，在我前方，谢谢。谢谢哈，那这边哈跟大家哈介绍一下我们的猫站长龙蛟散，它的龙呢就是我们吉吉的特产火龙果，蛟也是我们吉吉的名产香蕉，是上。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代表着极其温暖的阳光。那也很刚好，我们这一次的赞助单位晴海也是晴天的晴，所以这个龙蛟散就是我们这个猫站长正式的名称啊。另外，它是由我们在地企业我们极其这个吉源果观光工厂来做一个认养的啊。平时的下班时间都由吉源果观光工厂来做一个这个照顾，而且我们的龙蛟散遵守劳基法，周休二日。每个礼拜二、礼拜三，是他定期的这个休息日，是大家如果要找他，要在其他的日子，好不好？好，但是报告社长，他是不是我们要上班时间，我们也要看他的心情哦，对，好不好？还有他身体的状况。如果他今天 Blue Monday， 那他不好意思，今天不上班。对，就是他老大不开心的话，我们就是以他为主了。那参观他的记得不要敲打我们的猫屋，对，不要使用闪光灯，是，对，好，那。刚刚因为我们所长有工商时间嘛，我也简单工商时间一下，一句话，我要参选南投县长，如果有这个南投亲朋好友再帮我推荐一下，谢谢。谢谢。那镇长稍微留步一下哦，因为今天很难得是我们100岁的这个生日哦，当然也要跟大家这个唱生日快乐歌是免不了的哦。那我们现在也来请镇长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请全场的所有朋友们一同欢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会唱的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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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看板哦，让你祝福我们的吉吉车站100岁生日快乐！谢谢您的用心，谢谢。当然呢，我们接下来哦，也特别呢要来颁发感谢状的部分。诚如我们刚刚这个镇长有提到哦，我们这个吉吉晴海旅馆呢，为了本次活动特别设计的我们纪念 T 恤啦，还有赞助我们本次的活动。那这边也特别邀请到，就是我们吉吉晴海旅馆我们王执行长上台。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王富德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那由我们的镇长特别呢来颁赠这个感谢状，感谢您对我们本次的活动，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个吉吉镇哦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是相当的支持哦，谢谢，给他热情的掌声。那也不要忘记哦，到我们的旅馆住宿其实可以购买很多由我们这个晴海旅馆所设计的相关的一些文案的一些纪念品，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感谢哦，本日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铁道迷呢，我们今天也有特别要来致赠这一个纪念的车票，百年期纪念车票，还有我们的毛巾的部分哦。那因为人数众多，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一位代表上台为我们授奖。那这一位是我们的李淑玲李小姐，有请李小姐。为什么特别挑选她呢？因为她是我们哦一开报名表第一位报名的哦，马上抢到第一位哦。那我们邀请他来为我们代表受赠。那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纪念品呢，也在会后哦会一一的将发放给我们所有铁道迷。谢谢，
特别感谢我们的李小姐，谢谢谢谢谢谢。而接下来呢，哦，重要的时刻来临了哦，因为呢，我们今天除了欢庆一百岁生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猫站长即将正式就任啦！我们在这边一样用热情的掌声，好不好？来欢迎我们的猫站长，我们的龙家赛，好可爱哦！放走龙江山的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共同要来照顾我们龙江山的，就是我们吉源果冠工厂的黄志玲经理，谢谢谢谢，欢迎。好可爱好可爱哦，但是呢，因为猫咪哦可能对环境会比较敏感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把声音稍微放低一些些哦，是超级可爱的哦。那今天呢会在选在今天特别的正式就任，那我们刚刚呢镇长也有说哦，这是在我们南投收容所，来自我们这一个地方哦，南投家畜疾病防治所。那其实我们旁边这是他的办公室，就是他的新猫屋，这个呢也是特别哦找到的我们牧艺师，然后呢由我们这一个南投收容所指导之下为他专属建造的，完全不马虎哦。他的新屋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哦。那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邀请到一位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命名的小朋友，因为龙交散，虽然刚刚我们镇长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这个缘由了，是我们很快我很快，然后呢因为这个名字我们是透过网络的票选以及投稿，那我们其实脱颖而出的是5岁小朋友所来投稿的哦。我们这边也欢迎我们这个命名者哦，也就是我们的陈思怡还有他的家人，来我们邀请你一同来到舞台上，谢谢。我们爸爸妈妈都可以一起来，他们很开心今天可以参与这一次的盛会哦。来我们一起来拍照拍照哦，哦这样子好可爱好可爱哦。来来来，我们先来为此哦先来拍一张合照，好，小心小心。哇，妹妹今天呢也是第一次看到她命名的这个龙桥站本尊，那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那我们先看一下前方的摄影镜头，看中间，让我比个小爱心好不好？小朋友比个小爱心，谢谢谢谢。是的，有没有觉得很疗愈，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将会在我们的这个铁道仓库内哦为大家来进驻的地方哦，那其实他跟我们仓库工作人员都处得非常的好哦，我觉得我们每工作人员上班都会先被疗愈一下。哎，妹妹我看前面哦，看我们前面的摄影镜头，耶、是的，也谢谢我们妹妹很用心选了这一个名字。好，还有我们旁边这个媒体朋友，来我们看一下右边右边，谢谢谢谢。好，我们右边呢感谢你，谢谢谢谢。好，都有拍到画面哈。好，妹妹我们的龙娇算是不是好可爱，对不对？那我们在这边也谢谢妈妈的协助，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这么棒的名字，也给我们这一家人一点热情的掌声好吗？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因为有一个礼物哦想要来送给我们的妹妹，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请委员，我们请委员哦也帮我们来赠送这一个好吗？来来来，谢谢谢谢。来委员，我们来赠送我们这5岁小妹妹哦，谢谢你的命名，谢谢你的创意，而且呢这么有意义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好，那我们一起来拍照，一起来拍照。好，来我们一样看一下前方，好可爱的画面哦，你知道吗，小孩还有猫咪动物在一起就是疗愈的画面，然后比一个小爱心好吗？感谢大家的爱心。是的，那我们龙江山呢其实哦在我们那个南投县辖区防治这个收容所的地方呢也已经完成了这个绝育的部分哦，所以请大家也不用担心，谢谢。好，那有捕捉到我们的画面吗？好，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右边媒体朋友我们看一下哈。来妹妹，我们看右边的那个摄影师，好多台摄影师有没有，我们看一下那边哦。好，耶、感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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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委员，也谢谢我们一家人，谢谢小朋友们，先请回座，来我们先请回座，先请回座，谢谢哦。躲起来了啦，好可爱好可爱哦。但是呢其实在今天哦，哎，也算是他的职位上的前辈哦。那今天他特别也带了一些小小纪念品来到现场，要来为我们的龙交散祝贺一下哦。那我在这边也用掌声欢迎到，这个是我们高捷桥头糖产站的这个猫站长，我们的蜜柑出场，蜜
由我们的王处长哦来抱着他来到我们的台上，谢谢谢谢。而我们现场，小心小心小心。哦，那其实呢，他今天呢也是要来祝贺我们的龙交散，对不对？很开心哦，因为他们今天同台了哦。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呢不只是来祝贺，我们也有送上一份纪念品要来给我们的镇长。是的，这是由我们的处长特别所带来的哦。来来，我们的这个礼品，拿剩下的礼品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蜜柑的这个桌历。好，来，我们请同仁，来，我们的同仁在哪里？我们高级的同仁，是是是，我们一起来。哎，邀请我们那个特生中心哈，我们杨家栋主任，好来接受我们高级好公共事务处好的这个交换礼物。好，来交换礼物，那我们请镇长也一起合个影哦。来，谢谢谢谢，好可爱。来，我们这边这边这边，来，那我们来我们这边请这边请，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我们这边好，我们往这个地方移动，往这个地方移动。来，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先看前方，然后再看我们右边，谢谢谢谢。那在拍照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投县议员，我们萧之全议员哦，他的曾秘书也代表我们议员来到现场，欢迎我们的曾秘书的莅临，谢谢谢谢。好，好，那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是不是也帮我们看一下？好的，谢谢。那当然呢，接受了我们这个蜜柑的赠品哦，我们呢吉吉车站当然也是要回赠回礼一下哦。其实呢，我们回赠这个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哦。来，那也请我们的是的，来镇长，我们来到我们这边，对，来到我们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来，我们稍微交换一下位置，交换一下位置。好，来，没关系，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这个致赠的礼品哦，就是我们吉吉百年香水哦，还有我们的纪念车票的部分哦，许多的纪念品。他们右边的媒体朋友，谢谢谢谢。我们的猫站长今天第一天上任，有一点点害羞，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进行一张大合照哦。我们是不是也请镇长啊，还有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是的，还有我们的猫站长，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拍个照吗？可以哈。好，来，那我们蜜柑现在可以拍个照吗？来来来，我们一起处长来到我们的台前，我们这个位置哈。来，我们大家请先就位了哈。好，来，我们请媒体朋友及摄影师都来到我们的台上，我们要来进行一张大合照哦。也很难得我们这么多朋友齐聚一堂，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与会贵宾的莅临。好可爱哦，我们蜜柑还有我们龙角散今天相见欢，两位都两这个两只都是我们的橘猫哦。好可爱好可爱，而且他们两只都其实都很稳定哦，也都是很温驯很亲人的。来，让我们一起看向我们的台上的所有媒体朋友以及记者朋友。来，那有空出来的时候大家让我们比一个赞好吗？耶、yeah, 我们的吉吉镇赞不赞，谢谢，让我们比一个小爱心，小爱心，谢谢，我们比一个小爱心。同时呢，也是要来祝福我们吉吉车站100岁生日快乐，耶、yeah! 有拍到我们画面吗？我们台上的媒体朋友有需要再补充画面的吗？有需要补充画面，我们可以稍微举个手为你来补充画面哦。好，那我们台上的媒体朋友，那我们再看中间吗？好，我们上面的摄影师的部分再帮我们看一下哦，让我们又再比一个赞，谢谢。也感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今天为我们来大力的这个宣导，谢谢谢谢，为我们报道，谢谢。好，感谢我们台上所有媒体朋友。接下来呢，很重要的时刻即将到来了哦，因为我们知道吉吉车站100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不容易呢，所以更要留下珍贵的回忆哦。我们现在呢，要来邀请所有来自全台湾哦，我们100位的铁道迷，请出列。我们即将呢要来排出100的字样，透过空拍的这样子拍摄哦，来留下纪念性的一刻哦。那我们现在请所有的铁道迷来请就定位。
谢谢。我们知道今天来自全台湾的铁道迷呢，有一些好像是第一次造访我们的集集镇哦，那也有一部分的人呢是特别排了休假，要带了一家大小来到我们的集集镇来个漫游之旅哦，这都是非常棒的。我们先来请我们所有铁道迷，我们先请就位哦，我们来排出100的字样，谢谢谢谢。哇，好可爱好可爱。那待会呢，我们也会来引导邀请我们的镇长及各位宾哦，跟我们一起留下历史性的一刻哦，透过这空拍机的方式。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来协助我们所有铁道迷来进行排列的部分，如果排列完成也跟我们只是挥个手好吗？来，我们工作人员是否已经排列完成了呢？来，好，来，那个中间那个零排队的，先排好那个零，不然现在零缺一个口。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哦，这么多铁道迷跟我们共同完成这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哦。哇，看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知道哦，今天呢很开心，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集成站。参与如此重要的时刻，让我们一同共襄盛举哦！也包含了就是我们的猫镇长、我们龙娇萨，还有我们碧干，也在今天难得的相见欢乐哦，超级可爱。那当然呢，我们不只是要来欢庆100周年庆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时刻，当然还是我们的龙娇萨的就职典礼，正式的就职典礼哦，也是今天第一次公开露面哦。我相信很多人呢，对于龙娇萨呢也是非常的喜爱哦。